大家好，我是阿玉，今天跟大家介绍就是台湾登山经典路线之一屏风山出同门，位于中央山脉，沿途呢它会经过利物溪上游的塔式基里溪，炎炎夏日是清凉消暑的圣地，好雨来临啊，溪水暴涨它也绝不留情。再来会经过屏风山、避难山屋，让登山呢也拥有更安全的环境。途中会经过了百岳，是屏风山、奇莱北峰、奇莱主峰、奇莱南峰，最后一座百岳南华山。这段旅程幸运的话，你也可有机会看见高山的云瀑，甚至是海啸；奇莱南峰壮阔的云海，远望合欢群峰。还有奇莱北峰，路程地形丰富，沿途巨石林立，爬坡一个接着一个，绝不客气。每天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快抵达营地的时刻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先从地图开始介绍。屏风山登山口出发，经过屏风山上奇莱北壁到奇莱北峰，再经过奇莱主峰，通过卡罗罗断崖，我们抵达奇莱南峰，再经过荒僻八表露营快木营地，那经过奇莱保线索，最后出天长隧道东段。那我们地图放大，我们看第一天与第二天，从屏风山登山口海拔2550公尺，会下坡到1900公尺的第一国溪点。那第一天我们住宿就是避难山屋，海拔2050公尺，那旁边就有取水的地方，约5分钟。那一路陡上就是到3250公尺的屏风山。那再往前呢，就是屏风山中峰，就是旧路的三岔路，3243公尺。那到第二天的住宿点，屏风山南峰营地，3180公尺。水源呢，从避难山屋背上来。从屏风山登山口出发，台八线111.2K， 那一开始一路陡下，下坡500公尺，抵达第一个过溪点塔式基里溪。上来之后呢，抵达荒废的旧路，就是三岔路，还有经过铁线桥。到了屏风山山屋，右手边是他的洗手间，大家来看一下。这个山屋哦，他这边有写入内请换拖鞋啊。看一下，屏风山山屋进来就是一个拖鞋的地方。那这边可以挂衣服啊。那它这个门呢，有分一进来，它有左右两边都有一个门可以进出。那左右两边呢，都是有一个可以坐的穿拖鞋的。那它这边的供电时间呢，是3点到6点，还有那个下午4点到晚上8点半，
所以说它的供电时间其实是蛮有限的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它总共我目前这样看，它有20个床位哦。28个，目前有写到28个。那我们看其中一个啦，上来看上面上铺，它这里都有挂钩哈，灯的开关。哦，每一个上铺这边它都有一个类似有鞋柜的地方啊，跟挂衣服的地方，还蛮不错的、啊。可以对照的号码2122，它床头都有一个数字哈。那这边放那个衣服的地方也有数字，可以对照哈，对照那个衣柜，还有鞋柜，或者是你要放包包的地方。其实算起来蛮舒适的，一进来其实都是蛮浓浓的木头香哈，其实还蛮没有异味啦，还蛮香的。那在这边就是客厅了哦，那我们看看下面的状况。下面的话也是一样了哈。可以看一下，这看起来都蛮舒适的。这是屏风山的洗手间啊，我们看一下。啊，它左边有一个小便斗。那其他两个都生态厕所、啊，那我们看一下啊，洗手的哈、啊，洗手槽。那因为可能人比较多啊，哈，所以说它这边味道会比较重。第一天晚上在屏风山屋旁松针营地露营，从屏风山屋走过来，你可以看到一个牌子啊，就是往屏风山新路。哦，小溪登山队。那从这边呢上去呢，就是往屏风山三角点。它塔斯基里现在也是从这边取水哈、哦，所以说待会我们是从这边取水回来。那右边呢就是阿凯登山队，他们有协作哈、哦，在这边定点，在搭帐篷的。那如果说你们有大伙都是住在这边呢、啊、哈。山屋，好，我们现在要去取水。屏风山山屋走上来就可以看到取水处了啊、哦。你先起来，嘿。好，现在已经听到水声了。好，赤基里溪的水源来这边取水。那明天一早的路也是从这边走。来到水源这里了，第二一天一早过溪出发，途中可以远望巨齿连峰。哦，到了屏风山100号，继续往上。是啊，屏风山3250公尺。那待会要往这边。继续往那个屏风山南峰，今天的营位。屏风山中峰前看天池，
这边也是可以取水的地方。哦，抵达岔路了。这边直走就是往旧的屏风山登山口的旧路，那这边就是要往奇莱北峰。怎样？先专心，先专心，先专心走，小心背包撞到。那个看山头到前面那边比较安全，哎，那边可以好好看。那这个背包的地方，先闪过再说。Nice， 我们到了我们今天晚上的营地了。哇，那明天的路从这边下去。这边营地也蛮舒服的啊，这边有个牌子啊，屏风山南峰。
那明天要走下去的路在这里啊。哦，在屏风山南峰扎营，啊，开始吃午餐，哎，吃晚餐啦，啊，这营地很大哈，啊，可以搭六顶应该是没问题的，田姐在准备晚餐啦，哎呀，阿展的肉，阿熊肉，阿展的肉，阿展。幸好这次吃起来没有走味啊。哇，我这里其实都蛮舒适的啦。这集我们将介绍屏风上奇莱北壁。卡罗洛断崖。那我们期待下一集见面咯，拜拜。